现在我跟你讲，啦啦队五个当中哦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停留在两分或三分。哎，对，我这个因为常看打击出去嘛。对，我知道啦啦队都蛮会滑这个的。哦，要不然这样子啊，五个都来滑啊，只要能可以滑到三分的话，就是滑到停留在三分。停留在三分，我个人给他2600。啊，我也要报名。再说吧，但因为他们真的好像蛮厉害，我每次在节目上看他们就……各位听到了没有？你看豆花妹也要参与，你已经有一本书了，他们连书都没有，所以他们，他们还要靠劳力才有2600，哎，2400、2300，你说折抵下来，君君，刚刚我拿的不是你的书吗？对，君君就啊，来凡哥，我帮你拿一下，完了就跟我讲说，我好喜欢哦，我就跟他讲，你自己去买，君君，我那两本书跟你换这一滑好不好？哎，我也是。你们五个都会滑，2600停了三分，你们两个也是2600，真的，我给2600，真的，哇，漂亮，有强大，来吧，来在座位，哇，一个咕噜噜噜，谁要先？加油啊，把握机会啊，2600。所以一定要三分才有2600，对，两分都不行的，太轻了都没机会了。哎呀，第二棒，加油！我要举三分，加油！哇，好危险！再走，有来有来有！停！哎呀，恭喜你，差一点点，真的，只差2公分而已。人生有时候就只差这2公分，对不对？那2公分差多少？好多人不满意就不满意那2公分差一点。说得好，真的屁戏迷啊！加油，小米2600，加油，三分，有机会。心甘情愿，对啊，真的啊，你都，而且停在三分的正中央，哎，真的哎，抓得多准，哇，小米这么缺钱啊，缺成这样子啊，恭喜小米可以得到，之前是给了2600，那其次，哎，那2600要怎么拿？2600啊，待会就事后给啊，事后再给。我只有听过事后烟，没有过事后烟。是啦，就是录完影之后，录完到事后烟之后，录完影之后再私下发给你。我是担心你会不会拿书来逮，会不会？2600可以买好多本，好多本哦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起码那个小米起码要买个5本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我跟你讲，你直接扣掉一本的本钱，然后剩下的再给小米，好不好？对，还很多，还很多的啊。接下来是果冻，我们的队长果冻。不够力啊，果冻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！接下来是恐怖的斑斑，经常把道具弄坏了，就是哪有？今天得失心很重，哎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失败就没有钱啦。斑斑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可以活到三分，鞋子送你2600，我再送你2000。你为什么特地对他那么好？我希望他减肥，多运动。那你哪有？加油！好了。加油 ！3，Go！天哪，你小心啊，整个头都栽到地上，小心小心。好，斑斑没有过关，现在目前五个啦啦队当中里面只有小米过关了啊。接下来是豆花妹跟培培，培培先来好了。OK， 培培2600外加孙爷士的一套书。OK， 加油！孙爷士不好吧？对，你的情绪怎么感觉起来好像拿这套书不太想要的感觉？不会啊，蛮想要的。好啦，谢谢。马里奥，那个一本那个孙爷士的出了新书2600，外加孙爷士给你爱的抱抱，超过
三分，就从这里哦，从三分就可以打头，一直打打到头。我这根本就是一个套餐呢，套餐多好，挺好的哈、哦。真的吗？有没有爱的抱抱书本2600？没有过的打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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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！1、2、3，Go！用力！我拿你的钱去买刮刮乐了。拿我钱买刮刮乐？呀，买刮刮乐，买我的书了，买刮刮乐。嗯，买你的书。不要再赌了，你要先哈完。好了，来喽。OK， 加油。用力。加油，各位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。硬凹，硬凹。哎呀。郭妈妈，你的动作要做完整啊！你没有做完整，就一直下来。这样啊？你就是不会这样啊！要不然你早就成熟了。我又没有这样，好过分啊！恭喜我们今天小米可以得到孙元志的2600。OK， 这样的分数大家都很低分啊，都很低分。来，进行我们第二局。全民公投。全民公投，一人20个板子。我们现在多了惩罚跟奖励。好，奖励本来是有处罚有2个，我们现在剩一个啦。对，大家都一个比较公平哦。OK， 输的人就是要打脚底板。好，打脚底板，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再分了，好不好？我比较辛苦，我来打好了。好辛苦。对，如果打不好的话，就你们来打我。哎呦。哦，所以大家都有机会。那第一棒的嘛，相对的来。加油。做个加油！有，一人打继续。一人出局啊！一人出局，一人有人，是因为很紧张吗？加油！紧张好重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力道还不够，还要再出。OK， 加油！加油！可以。还蛮准的，说实在，你那么念旧啊，喜欢打同一个洞啊。一个罗，三就是奖励。找一个人，你要跟谁？我会跟贝贝吗？跟佩佩。那个练佩佩不练贝贝。没在做功课。紧张到不行了。跟佩佩。培培的话，因为你要他跳热舞，他真的没办法。好，所以我们十指交扣。Only you 吗 ？Only you， 来，请两位请过来，把手套拿下来，十指先交扣。哎呦！再来唱 Only， 玩 Only you 的时候，那个在吸气，吸大口气。You 啊，来开始来，五四三二。哦，谢谢。停！我昏倒了，我昏倒了，不短啦，我怎么唱啊？一般人几张纸，不用说一般男生就跟一个女生这样一定也不会。来，豆花妹跟那个孙元士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谁翁谁？你一样吧，你们俩互，你互翁他了，我互翁他了。然后我 only 你 you 啦，不，你 you， 如果你要示范，你 only 我 you， 好不好？你 only， 然后他要吸气哦，好害羞哦，小心哦。